一秒可以开一盏灯。宁夏，西部第一个全民通电的地区。一分钟，3000棵树苗落地生根。宁夏，全国第一个实现沙漠化逆转的地区。一小时，61封电子邮件在全球传递。宁夏，中国第一个跨入第四代数据中心的地区。用一天时间，探寻6.6万平方千米的土地。这是一份来自宁夏60年的答卷。